打一辈子星际，做一辈子朋友。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这一期由少帮主带来的精彩战报解说。对阵的双方是来自于我们的 Marine King 啊，神族选手 Marine King 对上了他的对手，来自虫族选手 FXO 战队的 Slavic 啊，来自这名虫族选手。那么现在要谈一下 Marine King 一贯是使用人族的，那么今天可能是选择了神族呢，也是觉得自己可能有可能这个比赛呢有可能就是训练赛或者说是不是正式比赛，所以他使用种族上比较随意一点。那么说明的 Marine King 也是不止只会用人族一个种族的神族呢，咱们来一起来看一看 Marine King 的神族在比赛当中的对抗会不会表现得像他的人族一样非常的出色，能不能变为 Zealot 王，对吧？ Zealot King 也很有可能，不过很有可能这个不会出 Zealot， 因为打虫族 Zealot 最多就出几个，不会出太多。好，注意一下，这边是虫族选手 Slavic 使用的是橘黄色，在地图的左下方云之国度这张地图，而红色的神族就是我们的 Marine King。 Marine King 选择了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 BF 开矿的开局，农民的探路呢会比较晚一些，他并没有水晶探路，那么并不没有水晶探路的话，如果对方放六地的话会非常的危险，但是对方正好没有放六地，是选择了一个15地血池，然后正常的开局放二矿。这个探路农民过来以后呢，可能会干扰起来会比较的麻烦，如果他上坡的话呢就很难干扰到，如果他不上坡的话还好。这个 Overlord 马上可以看到神族农民的位置，如果我是虫族的话呢，我会藏一个农民在角落里，等神族农民上来以后自己再下去放这个二矿，因为神族肯定还是要上来看一眼你是不是大招的，看到这个血池他也踏实了。好，这个农民追着他啊，这个时候 Slavic 这个农民就没有掌握好了，这样的话你很难放下这个二矿，对手会干扰你，一直干扰你。哎，看有没有机会，现在虫族的钱是已经到了500，拍水晶。哦，没有拍，没有拍，那就放吧。哇，你这个誓死要把人 给人摁死是吧？真有勇气。这边放下二基地之后呢，用第二个水晶塔加一个 BG 把路口堵死，都没有堵死，中间农民能过，然后放一个 BC， 再用农民在这里站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开局。哇，六条狗出来了，啊，这个 BC 应该能造好。六条狗过来的话，其中有两有哎，应该有两条狗去找野外水晶就可以了。他选择了用四条狗去找。嗯，这个就算正常过来的话，这个地堡也能造好。只是农民要站一下岗的话比较稳一些，不会被对手六条狗强冲进去。神族选择了双器，那接下来应该会走哨兵。这个时候放双器，这张地图走机场没什么前途，所以说一般走哨兵，因为走机场的话，这张地图直线距离比较远。机场飞过去呢，对对手三矿也没什么压力，因为三矿已经在这时候就放下了，4分34秒时放下了三矿，这个时间对于虫族来说是比较合理的。现在虫族放三矿都非常早，因为你如果啊一对一在对抗当中，神族很早的放下二矿，你不早放下三矿的话，非常的亏。神族只有22个农民，然后正在生产一个 Zealot， 然后。Slavic 这边是出了六条狗，没有再出两个皇后，不会着急做气矿，还是优先的把三矿农民补一下，然后做气矿再升二本，狗速也会非常的慢，因为神族这时候也没有兵啊，即使你走机场的话呢，我还这个皇后也足以能够防住你。前线的 Overlord 的位置还是可以的，这 Overlord 其实也是必死无疑的啊，这就是想一会儿去观察一下你。这边也藏了一个双线的飞 Overlord， 我们注意到很多虫族选手职业选手呢会选择一个从这边飞，一个从下边飞，然后同时看一下你的这个主矿跟副矿，因为在前期神族的对空力量可能就是一个哨兵，一个哨兵的话你打我一个 Overlord 你都很费劲，何况两边一起上你会非常的难受。 Marine King 从现在这个开局来说呢还是比较的正常，因为我们知道一个选手他如果是职业选手的话，他使三个族的这个基本功都没有问题，就是运营方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战斗当中这个演变自己的战术以及应对对手的战术，这个是对一个非神族职业选手的 Marine King 来说是一个挑战。还有就是兵种的细节操作以及宏观的把控，这都非常重要。
那么 Maroon King 作为一个非常有天赋的选手呢，相信他神族跟虫族的实力也不会弱，但是面对正经的虫族选手 Slavic 呢，可能就会比较的吃力吧。这个名选手我还真不太清楚，应该就是正经的虫族选手。偶尔老的飞进来，看他这个飞行的技巧呢，应该还是不错的。看到了四个兵营，这是一个 VC， 三兵一 VC， 三个哨兵过来击杀。其实这边呢，其实可以同时的进来看一看这个位置有没有偷什么建筑。Overlord 还是死掉了，神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去把这个矿开开。这边几条狗在咬岩石，这个你要咬到猴年马月，可能你属狗的，你咬到你十二岁啊，第二年第二轮的时候可能能咬掉。好，四 BG 开门，这边起开又补了两个 BG， 一共达到六 BG， 走一个六 BG 闪烁来进行一个协防的路线。VR 有没有做呢？目前好像还没有 VR。这样的话，侦察对手就很难。好，这波压出来给虫族一点点警示。我们看六十六农民虫族对五十一农民神族，虫族蟑螂巢好了会马上补一波蟑螂，因为他怕对手真的压过来，很危险。补了八九十只蟑螂，然后。同时做些新的气矿，提速狗蟑螂一攻。这个 Overlord 也是明白了，你应该还是要开矿的。看 Overlord 临死之前，哎呀又闭了啊，这个想摁一下 V， 然后又摁成 B 了。手误啊，就像那天这个说看是谁的比赛来的，这个放了两个 BC 啊，这个有朋友放两个 BV。还是两个 VC 啊，有朋友跟我说可能是摁错了，要放 BC， 可是那个位置放地堡，后来我考虑一下，放地堡也不太可能，就当它是守物吧，就像我刚才一样。好，哨兵为主的部队组成，这边是三矿四基地，虫族现在基本上不需要再补农民了，因为他已经补到了64个，可以在短期的三矿上持续的暴兵，给予神族一定的压制，因为神族在三矿的开设期间是非常薄弱的。神族这时候选择了前压也是非常有效果的，因为他掩护自己三矿开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进攻对手。看一下这边立场的使用很重要，哇 Maroon King 并没有先放一波立场，他想留这个能量，这样的话他死掉两个追猎者还是挺可惜的。这个位置其实刚才如果啪啪啪放四个立场的话，可能会全身而退，那么他舍不得那点能量啊，最终是放了一个立场，然后死掉两个追猎者，感觉有点亏啊 Maroon King 这一下。VR 里面出的是 OB， 然后不朽者还没有，前线被迫的选择补地堡。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很难守的，因为这个路口很宽广，你必须要哨兵很好的利用三个立场把这个路口隔死。放两个立场也可以让对手呢冲上来一波兵，然后再放第三个，因为对手也不敢硬冲，有两个立场在随时可以封死你，直接去三矿采矿，选择双线。虫族这边打得非常聪明，这边两个地堡还没修好就已经开始进攻，吸引你的火力的同时，这边 OB 看在眼里，那这边神族会留兵吗？留了一个哨兵，但是Maroon King这边对手打双线的同时自己还是出了点问题，看哨兵的反应，不朽者上来被点掉，这边是一个双线，哇，这边双线看护盾这边打开了，但是这边没有开护盾，在操作护盾终于打开，捅进来了，这波蟑螂捅进来了，这立场没有隔好，把自己部队隔在外面。Maroon King 的一个双线现在打得非常吃力，对手的部队已经早进了矿区，然后开始击杀你的农民。Maroon King 的农民数量降到了56，死了大概七个，55，两线的一个操作，这边也是打赢了，但是虫族这种交换。在于这种中区的交换呢，他还是比较乐意的，因为神族这时候需要的是攒兵，两面的攻击危险系数还是很高的。这边打完了以后，虫族领先40人口，虫族在持续的出兵，然后再续。这边提速狗可以很快的穿到二矿里面进行一个击杀。蟑螂的埋地移动和埋地正在研发，两攻也在升级。这边一个护盾打开，这波虫族的部队是非常漂亮，吃到对手几个哨兵跟不朽者。而这边 Maroon King 闪烁有没有？这边一个立场把路口堵死，然后再进行防守。有了 Blink 技能，看能不能很好的操作一下。Blink 跳起来，很好。前排的部队在往后跳，交换着对手的血量。蟑螂觉得这一波不好打，往后退。埋地还没有好，关键是如果有了埋地移动的话，对手有个 OB 啊，这也没办法。
如果麦迪移动去骚扰一下对手的分矿三矿，可能效果不错，因为三矿这边没有 OB 监察王虫啊，可是这个你打不掉啊，你光看见没有用，准备把岩石打掉，然后再进攻你的这个双线进攻。马瑞 King 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防守两片矿区的这种非常难的节奏，这也是考验一个神族的基本功的。那马瑞 King 作为一个人族选手，神族能够防住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那看接下来这个180人口对125人口双线打起来，这边小狗直接把三个地堡咬掉，正面战场也打得非常吃力，然后这边三矿不会掉吧，现在神族的分兵有问题，还是要留在二矿一些去三矿支援一些，三矿直接要放弃了，感觉挡不住。好的，这边还要强包你这边的部队，哇，闪烁追猎往后跳，两个不朽者顶在前面，死得非常快，不朽者的位置太差了，两边包夹，这波闪烁追猎能不能活，农民被卡在这里，闪烁追猎在操作，感觉蟑螂应该是换不完闪烁的，换不完，但是三矿也让神族停产了一些，140人口对86人口，神族的人口数量非常低，但是不停地在传追猎者，追猎者在局部战当中是会领先的。好，这波提速狗也是稍微控制一下，虫族顺势开出了自己的四矿，人口方面124对132对101，神族也是补得非常快，哎，自己 A 了自己一个追猎者，还一个 Zealot 并没有 A 死，还要往里走，这你如入无人之境啊，是吧？哇，合击能合击死一个农民，太凶残了，蟑螂埋地恶心你，又来这边杀农民，好，小狗杀农民非常漂亮，杀掉几个就算几个，这时候如果有两个毒爆的话会非常的有威力，142人口对113人口， OB 飞过来，马人 King 感觉这波防住的话就比较有优势了，看一下他农民数量啊， 68 没问题，这三矿的话只要有70个农民，其实神族是很好打的。攻防有没有跟上，三攻已经完成，哎，这样的话马人 King 攻防上面也是不落后的，对手升级一防是两攻，补了18个蟑螂，转型这个我们的感染虫，马人 King 家里面有没有走个 VD 啊，这时候要有个 VD 出引刀的话会非常的猛，反正我打 PVZ 的时候一般会出个引刀，我觉得出引刀是稳赚不亏的，你不管打哪一路总会占点便宜吧，哪怕是空投到对手主矿呢也是非常的好，也是建议大家神族玩家在有空的时候放一个 VD， 其实那250的气体并不贵，放下以后你随时可以刷引刀去骚扰对手。虫族选择了升三本，这样的话 Slavic 这边还是打得非常好，拖入哦，果然放下引刀了，这叫说曹操曹操到，马人 King 仿佛听到了我的预言，182人口对134人口，现在双方都还能打，但是我觉得马人 King 会好打一些，对手三本成型还比较远，龙塔已经放下，一会儿还会变大龙，好，马人 King 现在攒到140人口，148 150又遛狗了，哎呦，这个就是一个神族，不是神族玩家，这不是神族选手，神族选手这边一般会站一个 Zealot， 不会让你轻易能穿狗的，这穿狗穿的太痛苦了，这一下要死很多农民，而且还浪费很多操作，正面战场这波蟑螂不要被吃掉，哦，埋地狗，哇，这几条狗真是的太凶残了，疯狗一般，恶狼传说一般，还看到了你有这个 VD， 就是圣堂，开完圣堂啊，放几个地堡，一会儿补一个防繁衍啊，这边需要，哎，哪儿的小狗在狂啃？哇，这条狗好凶！182人口对155人口，虫族选择了转型三本的大龙，开始一会儿要做腐化了。这几条狗埋在这里，随时可以杀掉你的 Zealot 的同时杀农民。这是零攻零防的狗吧？一防的狗。OB 也到了，继续开门。虫族现在只要拖时间，不要让神族在这短期之内把你打死就可以了。哎呀，这波狗不能这么送啊！把对手的部队换光，虫族人口也没有领先，所以不敢强打。家里面要做腐化了，选择了暴狗升狂狗，但是狗攻太低了，一攻正在升啊！神族升的是两防。现在马人 King 的整体部队上是绝对可以打得过虫族的。感染虫，感染虫来了！一把定接一把，一把又一把，一把定接一把定，把你拉扯大呀！
好的，这边配合地板再输出，感觉还是有点硬啊，这不朽者太坚挺了，在后排。神族136人口，选择逐步击杀，感觉神族这波兵要被吃掉了。这个，你附走到对手的腹地，然后被对手定身，加上弹，然后对手埋地，哎，马人 king 这波兵真的是已经这已经等于输了，等于。以我多年的经验啊，这个虫族一旦人口把神族中期的这波兵吃掉一半的话啊。神族几乎是不可能再翻盘了，这神族不憋到200，没有高富帅，没有白富美，随便出门，那就是一个字惨死啊！真的就这一个字能表达。而且你没有开出四矿的用意啊，这边四矿如果顺势拍下掩护开出的话，可能还会好打一些。基本上马人 king 现在是很难了，对手一有大龙，对吧？地面部队你清理不了，闪耀追猎又不能上去强闪强杀，来了小狗，狗与农民之间。有着不得不说的秘密。好 ，Zlot 虽然有三攻两防啊，神族选择进攻，但是这波大龙好了吧，马上就好。感染虫没有定，大龙来了，这三条龙，这绝对是三眼啊，羊眼啊，对吧？眼睛这么多啊，这一二三四五八眼，这属于。根本就不是三眼了，195人口对125人口，马人 king 还就我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人族职业选手，你人族很强，但是你使用神族的话，你基本功没问题，但是在战术的应变和这个中后期的局部的掌控当中，你就确实不如职业选手，职业的神族选手了。这波吃完了以后，我相信马人 king 就等于 GG 了。这波疯狗一般，马人 king 打出 GG， 我们恭喜来自FX Open 的 Slavic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么恭喜他，那么也是马人 king 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神族的 PVC， 让我们看到他神族还是很有实力的。我觉得很精彩的就是防这个二矿跟三矿的这个进攻，我觉得马人 king 做的非常不错了。比较欠缺一点点的就是他的地堡之前如果再补几个兵营的话呢，我相信他会打得更好一些。建议大家这个三矿守的时候呢，地堡前面补三个兵营，这样的话对手的蟑螂跟狗呢，一是不容易狗直接包上你的地堡，二呢是蟑螂的射程呢，后排的蟑螂是打不到你前排的地堡的。也希望大家能够从马人 king 的失败当中吸取一些教训，从 Slavic 的这个虫族的优秀操作和这个战术选择以及中后期的转型呢，学到这个虫族在打 ZVP 的时候，像这张地图该如何去打双线去耗对手，因为这个位置的关键啊，虫族其实抓住这个很好的一个神族的弱点，这个路口用狗溜进去是非常快的，而且你有埋地的话呢，在里面可以很长时间的牵制对手的部队。好的，那么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这个战报解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再接再厉，打出更好的成绩。最后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再见。